因为我们在民国一百年哦，那个10月22号哦讲的，那个谢谢你哦，这个是一首歌啦哦，谢谢你的歌。可是或许发现哦，里面的歌词啊，哦，竟然是哦全部啊我们人生的真理啊，所以或许就试着把它讲出来。那已经经过三年了以后啊，好有屏东的千寻把它写成字面哦书面资料，然后印出来以后啊，或者看说啊非常适合各阶层，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来看都很适合。那很多这个道亲啊，他看到了以后哦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一篇谢谢你，竟然发现我20几年的修道方向竟然错了啊，所以呢或许说哦可以了解修道的方向，那很好啊，或许才拿来看，看了以后我自己讲我怎么没有印象啊，哦啊，所以里面啊真的讲的哦很深入浅出了，看起来好像白话，可是你要研究也好像蛮深哦，就是这个样子。各位都有那个时候啊，有没有都在这边听哦，可能有一些呢哦还没有来听心理心法啊，所以我们大致的哦把那个内容啊哦稍微的哦提示一下，说我们经过啊哦缘会，还有经过六道轮回哦都蛮久的。那在哦我们社会也有很多啊在看人家的因果。那我们在第三页哦后面呢，这边就讲说我们啊一样也会看哦，因为你随便你讲啊，我们一定有经过哦，所以都很准的、啊。或许得到结论说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完成都是虚幻不实在的，不要相信啊那一些不实在的话哦啊，最实在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所以啊这个呢真心佛性就是最实在，它不会变化，它一定能跟我们在一起哦，所以哦这个第三类这一段呢哦就是哦很好。那翻过来哦，说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成佛啊，那或许说哦我们不愿意成啊那个时候啦，现在呢愿不愿意成因为凡尘啊这个苦啊越哦越接受的多啊哦，也会知道说啊这个苦是吃不完哦，一直都是很苦。那所以啊我们只要呢哦把那个正确的哦那个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拟定了，就啊可以哦这个成就啊。所以在第四页的哦那个后面就讲哦，我们人生之中要告诉自己本身呢就是佛哦，身外呢没有佛，我们的心呐、啊、哦就是佛哦，心外啊没有佛，那假如说心外有佛呢，那不叫信心，叫做邪见的哦，因为见解啊已经偏了，所以我们本身呐、啊、哦就是佛啊，所以底下呢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的方向修道哦，那个正确的方向。哦，说呢，不要用这个心力士，哦来修道。那这个也有很多呢，这个前贤问啊，哦，那个怎么做一个连通？那或许有说呢，哦，正确的方式还没有抓到，哦，所以啊，先鼓励啊，做万年方下念不生。那个时候就问啊，有没有做？回答大家都说有。得到什么结论、哦、有什么效果、哦、这个呈现，那最起码呢对自己的信心、啊、就比较多了、哦、所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
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呢一致啊，才会成。我们开始都一直这样讲啦，就是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然后才会成道。啊，所以假如说我们用心力士用在凡尘啊，我们使用的心，那个心啊，修不成道，不管我们修多久修了几生几世啊，都不会成，因为因果不一致。我们日常用的心啊，是生灭，那我们要到达佛果位啊，不生不灭，这样因果不一致。所以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呢，就是六根跟六尘啊相对产生的六识。这边有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两个相对，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在凡尘用的心啊，就是六识的心。那我们凡尘用的心啊，变化无常。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变化无常的心啊，要修不生不灭佛的果位啊，那个是不成就的。所以所有的经典所以有修正者成就的成道成佛，都告诉我们不要用心力士来修道就解说那个心力士心啊，就是智慧这个合在一起，很多的现象啊合在一起我们的心呢才呈现所以这个它是眼聚则生，眼散就灭。所以这个心啊，不是我们要修道的心，它是变化无常那第二个意心意识的意，第二个那个意啊，这边说回忆的意我们有经过，我们有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有学过，然后回忆呈现出来又是很多的因缘际会，所以那个也不要用然后第三个是心意识的识意识认识的识，就是显现啊，让我们知道。那我们知道啊，显现出来一定也要很多的因缘一样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把心意识啊全部都去掉，不要不用，我们就无心了所以啊，这个无心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我们日常用的心啊，都是无常变化都是生灭所以无心的这个心啊，就是佛了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者啊有问啊，说大家有没有心啊？大家说有，都有，那都有就是心意识的。那体会一下心意识啊，全部都抛开不要不要用的时候啊，心啊就没有了。那无心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没有善恶没有两边了因为无心就没有两边，所以这个无心呢，就是直心。无心的心啊，即心即佛我们就是要这样用，这样来修道了。这个心呢，就是佛有简单吗？咱心都买就是佛了啦咱很多心的，所以成不成佛，我们太多心了，成不了佛，我们什么心都不要了那个心啊，因为无形无相，不会变化，所以那个心是直心就是佛所以啊，这样呢有简单吗那个时候啊3年前，你看我们抱那么多的心啊都不对，不对的心我们都抱着对的心啊我们不要那个无心的心呢，就是真心就是佛，我们呢都不要，我们都要心意识，然后自己啊再来烦恼，自己啊再来造业那这样有了解吗？已经在第6页所以要研究，你看啊就是不一样跟我们凡尘的认知啊都不一样。
哦，要无心。有心的时候啊，哦，会记恨，有什么哦这个不满意的啊，哦，这个记在心里面啊，很久都去不掉。哦，那无心的话，那个恨都没有的啦。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有记恨在心里啊，成不了佛的。那个时候啊，说啊，我们大概都年岁蛮大的，哦，对一半啊有没有意见？啊，大家都不敢回答了，都点点，哦，有也不敢说了，哦，所以啊，要了解为什么有意见，就是有心呐、啊，哦，有心，那有心呢、啊，千生万世呢，我们都是众生。要无心、啊、才是道、哦、那要做到无心很简单吗、哦、真的有吗？是很困难哦。当升起气来、啊哦、那个时候算不算心、哦、那大家回答说算、哦、那个也是心、哦、那个气要消失、啊、简不简单、哦、很不简单 哦, 哦我们一升起气来那个气、啊、很不简单消失，所以我们要无心，真的要努力呀、啊！哦，努力修道，修道无心。真正的无心呢，就是真，哦，不会变。哦，无心的就不会变了。哦，我们就是要不会变的这个心。哦，那个心呢，就是佛。我们成佛就是这个心，无心的心呐、啊，就是佛。哦，所以无心的心呢，就是可以成佛。哦，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啦。这题有无求得无修得来看嘛，就哈。你要幸福无？安尼就行啊啦，无心就好啊。哦，非常简单。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哦，就可以啊，确定。哦，那努力无心，哦，别人要骂我，然后我开始无心，哦，就问大家会不会啊？人若要骂我，我拢无心，会晓没？好，你给他记好好，我已经给你，才不会无心。所以啊，那个底下写的哈、哦，记得牢牢的。好，你给我记住。那绝对啊，哈、哦，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哦，那一直啊在害自己，哦，都在害我们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哦，心意识啊，不要。哦，全部去掉，根尘相对啊！哦，我们六根对六尘，有现象呢，我们学习啊，怎样去处理？处理圆满就好了。哦，抛开啊，全部不要哦，有心存在心上，全部都无心的，无心就是佛哦，无心就是道哦，整个道啊都呈现，所以现前一念啊，哦，心性了了无明。哦、我们讲这个时事古今、啊、不离当面、哦、万年前万年后、啊、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一份心、哦、这个当面、啊、我们的这个无心呢、哦、万年前就有，万年后也有、哦、那整个呢、哦、就需要探讨研究、哦、我们整个佛性都出来了，我们就是要这个、哦、有这个了以后啊，我们的、哦、身体啊，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那我们现在啊，哦，这个被业力推啊，推到现象来，然后这个现象过完了，我们用呢，哦，这个用台语来念哦，就很传神啦、啊。贵心，某人呢，贵心，有没有听过？什么意思？死掉了啦。贵心，所以、哦、我们这个台语、啊、很传神，就是、哦、没有死啦、哦、竟然也知道、啊、我们没有死，就是贵心啦、哦、这个佛性过到另外一个身，一样在凡尘、啊、存在、哦、过身过身过身、哦、过到另外一个现象、哦、一直呢都在过身，过身到现在、啊、还没有了啦，还在过、哦、各位有过身吗？好、哦、不知道顶世人不知道在哪里、哦、所以、哦、还没有过完、
那以后呢要过佛的身啊，已经呢变成佛了，全部都成就了，已经回归到本位哦。所以佛老师呢把很深的道理在几个字啊之中呢就讲出来，我们没有解说呢怎么会知道累劫累世啊无量无边的生死无量无边的生命啊一直由真心佛性呢在支撑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谢谢他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缘会，能够知道所有的六道轮回全部都能够经历，全部呢都能够去改变努力修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以后我们先能认识佛性本体，接着把佛性延伸这个时候呢就做耳根连通我们有很多的前嫌说要怎么做这个呢有在听就对吗这个呢这个问大家呢看那个耳根连通怎么做我们在这个听呢算是耳根连通嘛我们呢都不敢肯定，要了解到呢我们身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听第二个就是闻，第三个呢就是闻性。那听是耳朵的功能这个耳朵的功能作用耳朵在听听到以后呢那个耳朵听到呢它没有意识。第二个闻呢就是我们听到以后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我们的心力是在声音里面声音的内容里面去分别了解到对我好对我不好那个是思意闻。那第三个那个闻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晰，听闻闻性，到第三个闻性的时候它不落入现象它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我们的闻性所以佛学之前呢就讲不以所闻分别难见你所闻所听到的里面呢所有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内容你都不要去分别它是好它是坏都不要分别但你能闻讨个消息所闻那个是凡尘的尘垢了，那能闻是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能闻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是谁能闻所以底下就解说，要知道我们在所闻分别难见，那就自找麻烦啦跑到那个凡尘里面呢，狗咖隆拉萨比罗听到了就在呢那个内容里面分别计较我们呢就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不要以所闻去分别难见所闻的里面好不好都抛开不要，但你能闻能闻呢是谁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听到所以我们只要这个能闻讨个消息这个能闻就是佛性本体能闻，它呢不落入两边没有好坏，也不落入生灭它永远在不生不灭，也不落入对待那我们要了解在做耳根连通的时候呢要记得生无没有声音的我们闻性没有灭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闻性没有灭，那有声音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也没有生所以没有生没有灭，那个是闻性本体，就是佛性本体没有生灭，它是呢常住不迁，永远都在你用它它在，你没有用它它也在佛性呢全部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守住这个都在的真常是真的不会变，是常住的永远如如不动那真为什么真？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就是真无心呢就是真没有了，没有就是真，那常呢就是如如不动，常呢就是常住不迁不要搬家的，永远都如如不动都不变的，都永远在，
不管万年前万年后啊都在哦。那问大家要不要追啊，哦，就是要追这个都在的佛性本体哦。所以老师跟我们讲出来，我们应该呢都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看呢我们都忘光光的啦，哦，记得几世啊，哦，一世也不记得哦，真的忘光光。所以老师呢说，深信深深的相信啊，那我们要了解深信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深深的相信佛性本体啊没有生灭哦，所以它永远在。既然永远在啊，不管再多的缘会多少个哈，129600年哦，一个缘会啊有129600年。那我们哦都经过哦，我们听南极老先生说经过七个哦混沌，就是啊七个哦，这个129600年，那多少个六道轮回啊，我们都在哦，都在哦。所以啊啊，我们呢要不要六道轮回哦，我们就自己选择啦哦。不要这个六道轮回的话，我们不要重因哦，就不会落入凡尘。它，啊，不会落入凡尘啊，我们可以回归我们本位哦，在无极我们就是佛。那么德呢，哦，要多重一点哦，要好事啊啊多做哦，一千世呢啊都在做人。如果我们呢做坏事啊，会变成禽兽。如果出生啊鸡啊鸭啊鸟啊猪啊羊牛啊，那不止啊一千世哦。各位了解，一只鸡啊生命呢，哦，三个月哦，很快。所以凡尘哦，这个因果定理哦，不可以啊跟人家偷哦，或者是欠哦，未使哦哦欠钱无还哦，欠钱啊不还。这个天地啊很公平，你不还哦，你就要去出生当做鸡哦，啊被人家杀去卖一只呢。大概是200块到300块，起码较贵吧？有啊，都涨价了哦。安尼还较紧啊，哦，欸，那个时候啊，或者都讲鸡的话哦，200-300块；猪的话哦，2-3千块；牛的话哦，2-3万块。欸，那你出生牛哦，而且还拖嘞，哦，很苦啊。欸，才还人家2-3万块啊，现在一欠哦都千万哦，那不知道几生几世哎，对不对？啊，天地很公平啊，哦，你说你做人不要还，好，他变哦让你变成畜生，你去还，他不会说哦，哎，没有欠免还，无去阿好个啦，哦，因这个天地有定理呀，啊，一定的道理。哦，你欠了你就是要还，哦，你不还好，你出生当哦禽兽去还，你就不会拒绝了。当你出生哦，哎，变成那个不会讲话的时候啊，会不会拒绝？我们人会拒绝呀，啊，对不对？我不爱海，哦，不爱海人无力发多了，啊，但是天道有力发多，哦，好，没关系，让你出生呢禽兽去还。当你还光了完了再回来哦，再来当人。所以啊这边就讲说，你如果欠人家3000块哦，要出生呢哦，刚好十次的鸡啊哦，十生六道轮回又多出来很多哦。如果做得更坏，那到地狱啊去恶鬼道哦。那恶鬼道其实我们在凡尘啊可以看得到哦，我们去大医院啊，复健科哦，那个病房哦，那个就好像地狱啦，哦啊，这个进去了以后啊，真的都不由自主，你的身体啊，好像不是你的啦，哦，被那个机器摆布啊，各位有没有去看过？那个机器摆布啊，你手要动哦，它敢给你拉起来，你又不能不起来，那换这边，换这边，有没有？很可怜的，你到复健科去看哦，那些病人啊，哦，怎么人生要受这个苦啊？哦，真的很可怜。所以啊，我们哦，身体好好的都不知道保哦，好好的爱惜保护它。
等到我身体不好了才会羡慕，哎呦身体好好的时候多好哦。所以我们在还可以的时候啊努力修道哦。那各位呢要了解到哦，上次哦或者就讲不要依靠自己的身体啊，或、哦、要够教用诶，哦唔通靠谁啦，真紧啊，人身体很脆弱，一下子哦，后、哦、就瘦得不成人形了，有没有？很快，所以啊，各位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赶快修持，让我们的佛性啊，真的已经啊。脱根脱尘，离身离境，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哦，就这样，很理想，哦，不要受苦了，完成呢，哦，是不是苦海？哦，很好玩吗？不好玩，越年岁越大的哦，越觉得哦，啊，真的苦，尤其年岁大又哦没钱的时候啊，哦，那个真的。日日都很难过，不要说日日啊，三餐啊都很难过，吃了一餐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哦。所以啊我们要哦要很高兴，要学颜回啦，肌肉像哦当时不要赢啦，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不是装给我们看的，他是自己真的很快乐啊。怎么快乐？有道，他得到，我们得到有没有那么快乐啊？有没有啊？没啦，在睡那么很哀叹，都欢来呼气的哦，都没有很快乐。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研究了以后啊就知道说哦，得到殊胜的佛法哦很不容易。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更难哦，所以我们台湾福报很大哦哦，这个有的人呢、啊、有钱的就拿钱哦买机票就到国外去玩哦。那个时候啊，民国一百年，刚好泰国哦，整个国家啦没有一个地方不淹水，所以或许就讲啊，说我们如果生活在泰国要怎么办？记得两只脚抬得高高的，放下去就是水啦。啊，你用金的水的哦，那么脚骨都拢有毛病啊啦。所以摇滚滚，那怎么生活啊？整天都摇滚滚。哦，啊，无多啊，规个国家拢淹水啊，整个国家都淹水了。你看要怎么办？所以那个叫工业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哦，工业的形成啊。那个大家呢，哦，都要接受，哦，那因为我们台湾大家都是很善良，哦，像那个高雄一气爆，你看了、哦、没几天哦，那个捐款啊，哦，或者好像前天看就15亿了啦，15亿，哦，家是越来越起啊，哦，真的那个钱哦，大家都很肯出钱。你像那个电视啊募款哦晚会啊，一个晚上好像6000多万，哦真吓人哦，钱有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有钱啊又肯行善，所以灾难啊就会比较小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大家的心啊都不好，那灾难就很大，灾难一来啊我们都要接受哦，不管好的坏的都要接受，我们呢，这个行善呢，就可以化解啊这一些灾难。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哦，我们要多多行善，哦，弃掉心意识无心的，哦，这边又来讲无心的，全部呢都是真心，全部都是佛心呐、啊，用佛的心来生活，哦，这样好不好？好啦，哎，囡仔的印功好。我们了解呢，这个心地啊，哈，一改变，环境呢就改变，哦，整个周遭亲朋好友啊，就跟着改变，很愿意呢跟我们亲近。那假如我们有心呐、啊，会怕也哦，这里也好啊呢，讲个叫人，人若有心哦，会惊哦，
这个心啊会勾心斗角，那个麻烦呢找来就很多了。他、啊、最怕呢、哦、就是自己啊遭受灾难、哦、那我们努力啊走入真理世界、哦、可以了解呢说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六道轮回啊、哦、才有空间呢跟时间的约束，我们佛性没有、哦、佛性呢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哦、那了解这个时间跟空间吗？空间是我们现在在台南，时间刚好在民国一百年哦，三年啦，不寂寞。一转眼哦，刚才三天了，或许都忘了有讲这个，竟然经过三年了，这么快哦，都已经三年过去了。哦，那我们的佛性啊，没有时间空间的约束，不给咱束缚，空间时间呢，哦，没有束缚。哦，那佛性呢，不被时间空间束缚。叫做自由自在。那经典中呢、哦、那个自在分别、啊欸、就是在讲、哦、自由自在、啊哦、就是、啊、那个自在上面两个字自在、哦、自由自在。那底下两个分别呢就是了了分别、哦啊、所以自由自在、啊、了了分别、哦、就是经典里面的自在分别。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哦啊、经典里面的含义、啊哦、所以经典里面的分别、哦、不是分别心、哦、是了了分明、哦、修正者呢就告诉我们修持、啊、就要了了分明、哦、了了分明就好了。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要这样、哦、那底下呢大概呢不好回答、哦、不知道要怎么答复、哦、那我们在现象里面呢学习、啊、怎么样、哦、圆满、哦、我们应对应对以后啊，就抛开，不要记在心上。哦，那真理的部分呢，我们就哦要牢牢记得。哦，因为真理不会变化，哎，所以你记得再怎么久都可以用。哎，那第十页，哦，我们一定呢要留下记忆。哦，这一些这么长远的经历呀、啊，都可以留下。哦，所以接着老师呢就讲，我时时啊。哦，心存感激。然后学就问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有没有时时啊？哦，心存感激。哎，或者底下就讲，我们时时呢，心都在怨叹，拢在怨叹，不是感激呀、啊。哎，都在说别人这么有钱，我怎么没有？哦，拼得要命啊，都没有存钱，有没有这样？哦，底下回答有。我说有啊，还两个哈哈，顺着回答呢比较快有、哦、我们要知道，假如说环境呢太坎坷，那是呢上天呢、啊、在成全、哦、上天在成全我们。如果我们呢、哦、没钱，做事啊都不顺、哦、就是啊会、哦、越努力、哦、提到铁板呢就想转个方向啊，这样呢，大家都会修道哦，很努力修道哦。那假如说上天要考倒人啊，很容易，给他赚很多钱，给他社会地位很高哦，就会把他考倒哦，他不修道了。哎，大家都回答哦，不修道了。哎，有钱有社会地位啊，他不修道了哦，他会靠那一些钱哦，那个地位啊哦。所以啊、欸、想到呢都不想修、嗯、所以啊这个把它考倒、哦啊、所以底下在问说你看正面好还是反面好、欸、或许就做结论、啊、看我们利用、哦哦、都没有固定的、哦、这个啊来啊遭遇啊都没有固定、哦、你假如说有钱有社会地位，那你可以啊登高一呼，大家呢来修道哦、因为有地位了，讲话人家比较、哦、会听。那有钱、啊、可以把钱拿来布施给一些贫穷的人、啊、过得比较好的生活、哦、这样也很好、哦、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只是他有钱、哦、他不会拿出来布施啦，他要累积更多、哦、那就是毛病了。那假如说我们很坎坷、哦、要反省、哦、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
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反而促成啊，我们更积极的投入啊，修心养性。那心性一培养，内涵就有了哦，啊，就可以达到啊，淹没雷声。哦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就问啊，哦，说还记得那三句话吗？哦，念念看啊，不要看笔记，因为我们都有习惯了。有记在笔记里面，我今天快看嘛，哎，啊，那个都要念嘛了。我说不要看，你就直接念出来，哦，那个表示在已经在你的心文之中，哎，啊，大家就念得很顺了，哦，司机而龙现了，淹没而雷声，哎，神动而天水，哦，这个大家都还记得，哦，或者就称赞了，哦，不错哦，大家都还记得，哦。这个呢，就是古时候啊，他们的一种涵养。哦，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面啊，居住没有出门。龙现呢，哦，就是神通万路，他都没有出门。哦，但是呢，可以啊，神通万路，表示他的修养很好，在不着痕迹的情形之下，能够帮助啊所有的众生。哦，淹没。哎，烟呢就深烟，默呢哦就静默哦，静静的哦，没有说话。那么雷声打雷的声音啊，就是他的德性啊哦，好像打雷的声音哦，那么大很震撼哦啊，他的德性很感人哦啊，所以底下就问我们呢有没有遇到哦这样的人。哎，这个底下呢说大家正在找哦，等着扯了啊，找看呢有没有让我们很感动的人哦。所以在这个现在的现实社会啊，你要做到让人啊很感动哦，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那个淹没雷声啊哦，比较不容易呈现。那底下的那个神动天水啊哦，就是起心动念。哦，天理啊都跟着。那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哦，大部分都是名利跟着啦。哦，不是天理跟着，所以跟古时候呢就不哦不一样。那么第三句呢，老师说哦，我时时心存感激呀、啊。我们要呢哦心存感激呀、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让我们经过啊。完成所有的、哦、一切事情，让我们的经验很多，让我们处理事情、啊哦、也能够圆满，所以要、哦、心存感激。接着讲呢，我要在活着之际、啊哎、因为我们现在呢都还活着、哎、所以、啊、我老师就讲，我要在活着之际、啊、表达我的心意。我们都活着的时候啊，能够对众生、哦、那一种爱护，对众生的那一种思念、哦、能够表达出来、哦、我们呢这个现在生活之中、哦、有没有一种很感激我们的周遭亲朋好友、哦、那一种这个情形出现，这个好像呢很少、哦、大家呢都是啊至少门前雪，个人呢顾个人肚子啊，哎，顾个人够不到了，台语比较顺，就有那么一点情形、哦、就是这样。那要了解到，趁着活着的时候呢，要做啊，就是要赶快做、哦、不然呢，这个来不及了、哦、所以一方面呢，在修持上来讲、哦、先认识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接着、哦、把那个佛性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让空间呢都是我们的佛性所在、哦、等到、哦、那个时候都可以了。身体呢、哦、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我们就可以、啊、还给天地了。那假如说没有、哦、社会人士、啊哦、都没有修道、哦、没有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样子，那就是呢、哦、垢身贵心、啊、所以或许呢都在讲、哦、因为发了很大的愿要带领大家呢要成佛、哦、要明心见性啊、哦、对不对，还记得吗？所以啊那一阵子啊五十、哦、天前差一点、啊、就死掉了。
身体呢也站不稳，哦，也说各位都有看到，没有办法站立，变得很厉害，哦，那个时候呢，或者是想，虽然身体啊有一点不支持啊，不给我用，我说没关系，我还要再来，死掉了，我要再来，一定要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告诉呢大家，可以成我的。可是啊，哦，啊，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哦，那个两边啊，两边哦，那个三圣佛法哦，那个时候有拿来哦，竟然都没有人拿回去听。最殊胜、最好的哦，我们佛老师呢说，或许呢泄露天机，所以要生病了，所以啊，就鼓励各位哈，哦，拿回去听。哦，大德经呢34篇，哦，跟这个形而上位之道，哦，在台北有3个佛堂讲解，有6片的 CD，哦，各位从里面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怎么样修的方法，然后可以呢到达究竟的程度，哦，是什么现象啊，都整个把它呢写下来。那里面呢有讲我们第三个佛堂有一个前贤起来讲，哦，感谢同一宫的前贤打个岁了，我们这边在打个岁，有人感谢，哦，他说呢，哦，同一宫前贤不打个岁呢，我就不会写这一章形而上位之道，把上天的秘密呢，哦，都泄露下来，那能够看到呢，哦，就是因缘具足，哦，可以配合，哦，同一宫呢这个道德经34篇 DVD，哦，跟那个形而上位之道的 CD，哦，在台北讲，看那个道德经34篇，以及呢听那个形而上位之道那个交代，哦，怎么修道的方法，啊，所以，哦，底下呢我们就看要及时由衷的收身啊！谢谢你。我们修道呢也一样要及时，行善呢，哦，也要及时，哦，那么由衷呢是我们的内心啊，哦，深处由我们内心深处啊，哦，讲出来，哦，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带着我们这个身体啊在凡尘流浪，我们的佛性呢带着身体，哦，在凡尘做什么，哦，我们一般呢当身体啊养得很健康的时候啊，哦，就是要享受，哦，那我们呢这个修道者啊当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呢，就是要度化众生，哦，要努力的把殊胜佛法能够流传，哦，这个呢很不容易啊，哦，所以问各位前是不是很不容易啊听到，哦，殊胜佛法，那回答说是，哦，很难听到，所以我们要能够接收，然后消化，然后呢传播，哦，度化呢所有的众生。那底下呢就讲那个，哦，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哦，这个呢啊，各位可能就这个呢自己呀，啊，哦，这个看，那我们呢，哦，就看那个13的后面哈，哦，从那里着手灭妄想，哦，妄想先灭，没有妄想呢，然后啊，哦，妄想尽了都没有，哦，就成就。那么大部分修持方面呢，都是从念头着手，哦，我们开始啊，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都呢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啊，哎，叫做无心。无心呢就是大，无心的心啊，哦，就是佛，哎，所以啊鼓励大家呢都要听得进去，哦，那底下说啊这个佛法善用慈悲，哦，和欢喜。那接着呢我们再翻到这个15页，或许呢看到，哦，最后一段了，哦，啊15页的中间，哦，就是哦，这个如果有一个婆婆很能干，你去当她的媳妇啊，会怎么样？各位有找到吗？哦，这个我们，哦，大概是最
哦现实的状况啦、啊，我们在凡尘啊，哦都嫁人了，都当人的媳妇啊，啊就一定的哦就会跟婆婆相处。那婆婆假如说很能干的话，哦你去当她的媳妇啊，哦就会觉得啊吃下惨了，哦。所以我们呢从文化的角度啊来看，有一些苦啊不受呢还不行哦，就是要去接受哦，这个纲常伦理啊、就是不能排除掉哦，受苦啊哦还要很高兴。所以啊或者就讲这个哦，真的一讲到自身来了哦啊，要那个度过那个难关啊哦，真的煎熬了做人的心腹，然后一直熬啊，熬到熬离了个我做人的大家，过来苦读心腹。所以哦，这个凡尘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环境都是变化无常的，好也不用高兴，坏也不用悲伤，哦，一下子呢就过去了，哦，一转眼啊，哦就空。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到最后面哦，于是我明白啊，哦，这个啊，爱人啊，其实是种福气呀、啊，哦，能够爱人啊，是福气呀、啊，哦，也让我学会啊，圆满生命里的圆灭缘起，哦，所以啊，这个呢，整个哦，不写多说呢，这个整个谢谢你呀、啊。这个或许重看了以后啊，都一看再看，说觉得说哦，怎么说的这么入骨啊，这么刚好，恰到好处了。啊，看一看哦，觉得什么样的哦角色啊，哦，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适合看。哦，有简简看了以后，说啊，我以前呢、啊。二十几年的修道方向错了，发现说错了，要这样才正确、啊、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人哦。啊，还有那一本那个新写的《金刚经》，可以有看吗？哦，那个也都哦写得很白话了。以前的哦有看旧的那个《金刚经》的前贤啊，就讲。哦，以前都叫我们自己悟，怎么现在都写得这么白？哦，多省事啊！我讲哦，有得有失啦。你领悟哦，你才会记得牢。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你很快都忘了。哦，所以啊，很容易看到的话，就哦，不要忽略的把它看过哦，要能够记得下来。哦，真的有一些，哦，像那个十三页那个东西南北哈、哦，我们整个天地十方啊，那个地方哥有看吗？佛没有讲啦，可是或许把那个没有讲的哦，把它写下来，哦，因为他本来说一个东方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讲哦？哦，南西北还要讲哦？哦，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是吧，就是讲不管凡尘是哪一个万象万事，它全部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哦、不管是讲到什么，全部啊都是我们佛性的、哦、本体、啊、所以或者说哦，这个讲的、哦把意思、啊、写下来、啊、所以啊虚空是一个、哦、万象万事非常多，佛性是一个，我们呢，哦，六道轮回里面转换的非常多，哦，然后啊，你看，我们都执着啦，执着名，执着哦相，我们是什么名，然后什么人是什么名哦，都非常执着，啊，这样呢，我们修道呢就障碍比较多。那你了解到哦，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哦，显现以后啊，有非常多的现象不一样，啊，不一样的现象啊，它的来源啊是一个，啊，所以啊，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见的是一个，
能够见的，我们六根能够见，能够闻哦，听的闻哦，能够哦说，能够感觉，也只有一个。可是啊，我们遭遇的哦，千差万别的形象。那千差万别，我们看都不同。可是啊，佛性是一个，你面对的哦，那个你接受的只有一个。啊，你能够体会到只有一个，他没有两边对待哦，只有一个。那这样哦，我们就容易修，不会哦产生啊很大的分别心。啊，只要我们分别心都消失了，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现在最大的哦问题啊，就是分别哦，分别心很容易啊呈现。它、啊、很深根蒂固、哦、要消除很困难。那我们要了解到、哦、一进入到我们本体以后，没有这一些葛藤、啊、没有，只有一个、哦、只有一个佛性、哎啊、所以、哦、我们掌握到原则了以后，修起来就容易了，不会很困难、哦、假如说我们、哦、入海算沙，各位有听过吗？来海底来算数啊，啥规律？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再怎么算哦，都是白费心力，各个省力都算没完，算没出来，哦，啊、所以那个多余的啦。那我们很哦，在凡尘很多的哦，那个行为动作、啊、就是入海算沙。那入海算沙没用啊、哦、所以我们要抓到根源。那我抓到根源、哦、虚空是一个，佛性是一个、哦、我用、哦、那个整个追一个的那个方法啊，这样就容易，就不会很困难、哦、都是一个。虽然现在哦分别哦你有他众生非常多，整个世界啊、哦、六七十亿啊这么多的人，佛性只有一个，想象不到，佛性只有一个。那你看、哦、有的先进国家生活很好、哦、他的福报很大。那落后国家、哦、生活很差、哦、你可以看到那边、哦、你真的想吃东西都不敢吃，那个叫什么果报、哦、你累世啊所行善的果报，你在先进国家出生，你假如说你是啊都是吝啬，那你、哦、出生在落后国家，出生了以后你看哦，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些流用钱啊，他们在落后国家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哦。那那现在啊呢买一个凉水啉的哦，因一天的生活一天的生活费都有够，你看差那么多、啊、所以知道、哦、那个就是我们累世之中的、哦、行为，你是帮助人布施，你是吝啬、哦、都不肯帮助人，显现出来的果报、哦、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不去非洲出生？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要到先进国家去出生？有没有办法？哦，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天地之间，你看啊，多么平衡！你是帮助众生，是布施，你自然哦，出生的时候啊，哎，生活就好了，都不用为了那三餐烦恼。那落后国家，你看，哦，真的是。烦恼了，你看那个新闻报道，不是小孩子哦，是连大人都在垃圾堆找东西吃啊！哦，看得真的很难过、啊。哦，在垃圾堆找东西吃啊！我们去那边生活哦，一定没办法适应的。我们整个里面的哦。那个肠胃啊，哦，都受不了那一种哦，
那个细菌。人因你阿拢活得好好啦，咱若起一点哦，拢病，拢半病啦。啊，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能够哦有能力的时候啊，赶快哦努力修道，先哦了解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啊哦有能力的话，赶快帮助别人。然后也引导别人走入修道的道路，哦，离开呢，哦，这个啊很烦恼的哦世间，哦，这一些苦海啊，哦，我们不要贪念了，哎啊，真的贪念哦，或许有记那个四谛圣人陀罗尼，哦，有那个文字啊，有那个 CD 片，哦，你努力学个三年哦。你绝对对凡尘都一点不贪念，很实际的哦。哦，你哪呢？对凡尘，哦，这还要观光，那还要去倒，哦，足好哟、哦，凡世间足好的。无好，你年纪轻，感觉好，等到年岁大了就不好。哦，经过的多，哦，灾难很多。